Hello，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在Yamaha 上面我们时常会需要用到的东西，至少我有用到了 ，OK。所以之前事情小技巧我有讲过，在 Core Cross 上面我们怎样能够把那个声音配在一起，然后怎样 select。好，今天我们要来想一下，我在 Yamaha 上面我会怎样来操作 ，OK。希望这个方法对其他事情能够有帮助，因为不是每一间教会都能够买得起那么 high end 的 keyboard， 来，这个是 Yamaha 很最 basic 的咯 ，OK， PSR E series， OK， but 很够用啊，我觉得 ，OK， 它的声音、尾巴声音全部都 OK。好，今天我要来讲一下，好，我们平时按一个 portable grand， 我们就会有一个钢琴声音。问题来了 ，OK， 我的 pad 踩着，我的手拿走，那声音会慢慢消失 ，OK， 所以一样，我们要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放 pad sound。可是问题，我们知道，如果 Yamaha 它自己的声音的 pad sound 呢，我们踩着 pad 呢，它会断 ，OK，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东西是，我们要找它的 general MIDI 的 pad sound。好，通常呢 ，general MIDI pad sound， 你在它的这个 wise 这边啊，你会找到一个最后面的上面一点点就是 SG Light， SG Light 是什么的呢？其实就是它的 General MIDI 的啦，所以在 General MIDI 里面呢，你要去找到一个 Warm Pad 的声音。好，你要怎样来做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是钢琴吗？好，所以我要找到这个 Dual， 然后你按99就是 Dual Wise 嘛，所以你按99 OK， 然后你去找 OK， 现在是70 String 的声音是我们标的，为什么String 的声音是这样，我还没有开多 ，sorry。OK， 这个是 String 的声音。Pad 踩着，手一翻就没有了。OK， 然后它又很粗，好，所以我们要去找 Warm Pad。所以现在这个是 Dual， 看来这是 Dual Wise， 所以我们要找 Warm Pad。Warm Pad 在哪里呢 ？OK， 刚刚我已经找了，是在600。好，通常呢，我有一家比较旧的 PSR E413哦，现在已经切到463了嘛。413呢，它是在300多的 ，OK， 323好像是 ，OK， 那个是比较旧的。这个新的呢，还是在这个600 ，OK， 所以你们也可以这样子 set 去这个600这边 ，OK， 然后你就 ，OK， set 好了过后，你就换去 Dual Volume。OK， 你觉得多 volume 加 ？Like OK， 刚刚我觉得那个 pad sound 不够，我就慢慢加，看到吗？好，现在在80 OK， 通常我会放在50到60这个之间。好，所以 like 一开始聚会的时候，是喜欢 pad 多的人，所以它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通常呢，我会 set 好在这几个 ，OK， 因为我们还有 memory 嘛，所以你可以按着你 set 好了，你就按着 band 跟按着你要去哪里。按着这边，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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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去到1234。OK， 当然很多个 band 啊，只是我觉得我两个就很够用了。OK， 所以我第一个我是 set piano with 这个 warm pad， 然后我在on live 的时候我会开着这个 page， 就是我每换一个都是回到来 dual volume，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加。OK， 然后我按一下回去，它就回去我原来的 volume， 看到吗？54。加大点
这是第一个声音。我第二个声音呢，我是放那个EP 跟这个soft pad 对 ，OK，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声音。所以，然后三四呢，我是放什么呢？三，我是放比较这种声音，比较我刚刚是随便配一下啦，还没有去真正去找到配到什么声音。Okay， 所以这个呢是要压着的 ，OK， 就不是那种我拍的踩着一放掉，它就慢慢小了。好，第四个呢，我就有放一个比较可以用 pad 的，然后 pad 踩着，它就会慢慢拉，慢慢不会断的。会比较僵的声音，所以一跟二是最常用的咯，三跟四是我刚刚随便配一下。所以如果你们要根据自己的那个喜好啊，你们每次用的声音，我用的声音是这两个吧，我觉得很够了，就是在一定的时候我就加 pad 多一点，然后一定的时候又把它转小一点。就是这种感觉了，所以你就可以加减自己根据你当时你觉得你要多少来配了。所以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所以希望这个我用的这个方式能够帮助到你们啦。 OK， 拜拜。